一定是最后一天，看到没有？信心有了哈、哦。第一次听到没信心的。哦，一天讲过，就顺其自然。我的个性是顺其自然，我也可以强求什么，自证自成之物，没有刻意。哦，这次是刻意。现在你们来，而且有来请假。很不容易来到这里，没有去苦修啊，当然你不会觉得怎么样，让你的法性流露出来，是你的灵魂先得到，先证成，那肉身就跟上就好，就把它重视珍惜，对你的个人生命是非常重大意义的，你会发现无限的大乐，不限你哪一方面，看那个人的嗜好，有的喜欢游山玩水，有的喜欢吃喝，有的喜欢玩乐。目的不是指这些现象，它是指法性哦，在点燃你的法性，都流露出无限的喜悦，诸法生喜悦，不是这些现象使你喜悦。所以，维摩诘经讲当乐法生，正出法生啊，正出法生先叫你自观生实相，自观生实相就是自己观到看到自己的实相，就是分身的意思啊，符合经典的啦。那别人说：“哎呦，你不要走火入魔。”你就很担心他会走火入魔，不会走火入魔，永远不会副作用，你尽管放心。心一流露也完整，真善美的世界，心里就达到身心统一平衡了，然后还会走火入魔。你内心藏完美的世界，竟然在无意中发现到，你会比皇帝还幸福了。我真的回去以后要珍惜。不要说很容易得到就不会珍惜，诸法身比当总统还宝贵，当总统只是四年八年，诸法身到一百岁你都不会消失，一百岁又继续下去入涅槃，诸法身它变成涅槃世界，真善美世界，那你就入涅槃。他人生中遇到肉身有不如意，生病也不要忧伤，因为你有法身了。而法身如果证明，看到自己的浑身就是法身了、啊，就这么简单了、啊。看到自己的纹身就是观自身实相，你法身就是你的第二个身体，第二个生命，就是佛教的终极目标，也是圣经讲的复活。圣经耶稣显像复活，死后三天显像复活，站在空中，现在你都可以站在空中了。耶稣已经两千多年的宣传，已经成了神，是你把法身证出来，你用六祖慧能所讲的能显化出来就是佛，就是成道的意思啊。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自己怎么成道了、啊、成佛，这些词句好像很低俗啊，不是很高贵啊，听起来很高贵，乍听之下很高贵，又继续讲起来 很低俗啊。成道或成佛是自己能掌握到实相里面的全部世界，法身不是用讲的，可以带动你的亲友，诸法身对他个人的生命非常重要。诸法身内容是无限无量的实相，里面都采取你内在世界还有你的意识观念而形成。诸法身不会消失，除非你认为诸法身没什么。哎，人世间哪有什么比诸法身还好的？诸法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讲什么有什么了。哎，只要你幻想什么。诸法身就有什么啊？那你那份南宝经里面是试开看看会不会、啊、会不会轰轰轰的跑车声，车声也听得到哦，晓得，就看到哦，还听到声音哦，晓得，那就那个声音都有，晓得，也都有，什么颜色？蓝色的，花亮的蓝色，哦。南宝经里法拉利诸法身都可以变，法拉利可以摆在法拉利，法拉利红色的，有法拉利在那更更更，你那一副红色的和马一龙那一副不一样，他那一副是棺材色的，棺材色和红色又有差别，棺材色是枣红的，这个是艳红的。但是很好，法拉利，你坐坐看，坐进去，你可以浑身坐进去，然后你感觉得到，你人坐在这里不能开走啊，你用浑身开，
婚生就是要做你人做不到的，比如说我现在不能出去，如果是你出去，出去的感觉就在你这里摄受到，就有那种感觉啊，好，好，那看出去，看出去，两个视觉，你的视觉注意，跟你在哪里开车的，哦，开到郊外，开到哪里，开到，哦，都可以，快感都有出来，速度感都有，人世间的都可以集中去实相里面享用，现寡涅槃，把现好美好的你认为美好的饮食或意乐可以集中去。可以享用一样的美好，也可以更好。不要小看生活上的食物啊，扩充下来，引申到哦，到最后就是你可以当皇帝了。所有皇帝还皇帝，而且永远享有，永远享有。100岁以后，你肉身没有了，实相必须存在哦。真正要享有的涅槃世界，只要是有实相，永远不会消失，因为那是你的化身。它不是外来的，化身是你自己啊，而且真正的自己啊，庄子要求的境界惊人。你回去以后怎么去享受？不再讲求道随道了。我一直讲的这句话啊，在享受道。嗯，我想赞誉今天掌声的。特别高兴，我感恩本尊。我已经进了那个紫色的法界空，今天早上5:30，其实看到最清晰的、最清晰的那眼前，就像舌头的那个乳兔一样，紫色的，整齐密密麻麻，这是一个景。第二个景就是小方块，小方块，就好像日本的什么最漂亮的花布一样。很工整，很工整。后来我就进了紫色的法界宫，法界宫其实看到法界宫的那天花板，那天花板特别的漂亮，我没法形容啊。然后就是那个床，那个法界宫的床，就是我睡的，光构成的，光材质都是光。那个床不就这么长吗？我就跟那个傅老师说，你吃过龟苓膏没有？我说那龟苓膏不是那我这个龟苓膏是那个紫色的，就像龟苓膏做的，就像这样，我躺在那个床，但是就软软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紫色的。我看这边的那墙也是紫色的，特别漂亮。我说哇，我已经在法界宫里了，紫色的法界宫。这几天。您带了以后一直在，一直存在。感应上的那个紫色法界宫，我不是说吗？我想进入嘛，我今天早上进入了5:30，今天早上5:30睡的，我就在法界宫里睡在那个床上，然后这个天花板漂亮极了，它落得低低的让我看，然后这边反法界宫的墙，那边就是广大虚空了。非常感恩本尊，法身都是无所不在，遍布一切处，会在虚空远远的天边，可以推掉你的妄见在里面。法身不受局限，不一定说到100岁以后才去法界宫，我要现在就住法界宫，去法界宫，当场就可以享受到。只要你有法身，法身会自然流露，法身还会随着你想而有。有的你没有想如法身突然间出现，或者你昨天想要我这个今天自己流露，还有时候你心想可是还没有表达出来，突然间法身出来了，有时候慢一下子就出来，有时候慢一天，有时候，所以不要急，一切幻想，一切理想，一切想象都可以实现啊，人世间的一切生活都可以实现，不可能都成可能，就在这涅槃世界里面，佛教的总目叫如法身，你有法身的生命完整永恒的意思啊。有，耶稣有法身啊，耶稣可以分身，支教的能分身千百亿。耶稣是单元性的分身，单独写和单元性处理，支教能同时分千百亿，这个多元性的处理，多元性的。看到。哦，
瞬间一千个蚊子飞出去或散布到这种地方，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华严经讲的同时出现，哦，同时全息性的，能一千个就能一个，一起一切，因为有长光，长光，长光可以扩充到无量，就像多元性的处理。所以随着法身都是宗教的目的，在这里他第一个显化的，哎，感恩吧。他显化最快，法性接触的最快。嗯，你要讲什么？你们尽管讲。还有带动什么的还没有完成？那你现在没问题哦，因为你同伴都已经有了，你可以像他们这样了啊。什么都能看到，没有他人才会懂得多。大日一切都能看。那也是，你就看大日行。看大日。看得见那个大日的，有时候就像金色的、白色的。看大日哈。大致就随时想看就有了，嗯，那你就看大致，大致万物之眼。不紧张，你紧张？别紧张。我看见，啊，现在看，现在紧张了。个性的问题，个性啊，哎，怪不得。现在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急呀，啊，紧张了，啊，放松一下，是，以后了，觉得比较困难，放松一下。哎，你说要放轻松，但还是放不轻松啊？对吧？你会习惯啊，轻松你要怎么？你就好像人在失恋的时候，啊，回忆不要回忆了，你也讲些痛苦了，不要痛苦了，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痛苦了，就很痛苦啊！不要紧张了，紧张啊，他就一直紧张啊。他法性色性的很快，法性特质快了，跟前世有关，前世有修过才会这样。过感本，针对前世，因为放长光是针对前世，前世有修的，他色受的很快。你会觉得奇怪，因为点概念怎么会有？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前世有比较快，若是没有去注意到，为什么等到了地王以后过来去修道，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中年以后去修道？跟前世都有关系，前世如果不信气就到做生会排斥，所以往往针对你的灵魂啊，灵魂就是前世啊。柏拉图研究前世，本身经佛教就讲前世啊，三世因果，三世因果还是讲前世啊。人因为受了现实生活影响，哦，物质生活，人往富贵的追寻，然后前世会觉得无稽之谈嘛。可是确实它存在，哎。确实存在，哎，灵魂，很明显的灵魂，你走了以后，走掉以后，死掉以后，就开始发臭啊，轮轮支持，你可以活动，可以思想，这是主人翁呢，玄奘翻译的《八识归喜颂》讲，先来后去主人公，先来就你还在胎里面，灵魂就活胎，先来，后去你死掉了。灵魂在离开，但最后去了，灵魂就电影就是死掉，你人就死掉，不是你啊！我一直看你们，人就死掉了。我先来后去，主人公是指灵魂。第八世，放光同你灵魂去救赎啊！你灵魂所说，我主没有念书，怎么能解《坛经》？莫罕默德。文盲，那你写《可兰经》，那因为前世啊，本身经就专门在讲前世，佛教讲三世因果，过去是哦，还有的讲本体，有的讲前世，有差别的，因为灵魂还是有意识，本体就是法性的，法性、佛性的，哦，心性道理的心意识，心意识，心本心法性下层是意识。意思就是第八意识、第七意识、第六意识、五官意识，灵魂高级的话，哎，有人流落，意识给你就很聪明，灵智体高的，色受很快，那灵魂色受很快。啊，有的五官意识很重的，喜欢思考判断的，
思想把瓦线挡住了，瓦线挡住它就比较慢。如果不挡住，另一种方式不挡住，小孩子很快，小孩子你一带动就有，小孩子，那你这样你个性会紧张的啦，有的人多愁善感的啦，为什么会呀？就对自己没信心的啦，像你比较慢一点点，但一定有，因为你是个性关系，你前世会想，不会排斥瓦生，不会挡，就是前世灵魂还有重视瓦生嘛，所以这个是针对你灵魂表达的，灵魂先接收下来，然后留给你肉身用。他的瓦性灵灵智体特别高，射手快，射手让我出乎意料，就都靠射手了，不是靠修了啊，也不是靠聪明才智。就是靠射受力，靠你那个法性的射受力，里面的射受力如何？哦，放光下去就知道。不要紧张就有，不是多做，多做就越做越没有啊。多越做越紧张。所以你调整自己，不要紧张就有。啊，来，换你讲，换你讲。来来来，这样就可以，这样可以。感恩本尊，1993年，由于学习气功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孙厚民老师。受正统科学教育的我，第一次认知、相信并体悟到了宇宙天地是我行，阿弥陀佛是我影，形影相伴融一体，了却人间见真如的天人合一整体生命论与人天观。1995年，在北京。我与孙老师在传播莲花圣光功的会场上，幸遇傅冰老师，就是傅老师。傅冰老师的。当时，他找到我们去他家里拜读《宋七力思想》一书，我惊异地发现，我在以前修炼气功的静观境界中，曾经见到过本尊，就是本尊分身，从天上飞下来，并用音响般的巨大声音告诉我说。要带我到天国去，感恩本尊。而且我和孙老师曾经在西单最大的商场一个6楼的港台书展上看过2本书，一本是《宋七力思想》，一本是《天书》。我被封面上本尊放光的照片强烈的吸引，但因为书边标价是售价300美元，当时没有能力购买，只好作罢，也没有去翻看书的内容。当时在傅冰老师家里，我看过《宋七力思想》之后，不仅领悟了本体、个人真实生命体的理论精髓，更亲见了本尊、分身、天人合一三位一体的至高形上境界，了知了自己生命的真实意义。随后，我们辗转的与台湾联系，想购买《宋七力思想》与《天书》。当时显象协会的洪会长告诉我们，没有《天书》这本书。而天人合一境界实证简称天书，我们所见到的是本尊的分身示现，感恩本尊，再感恩。1995年8月，承蒙洪会长的帮助，我赴台湾拜见了本尊。正如会长邀请函上所言，玄奘去西天取经，而我东赴台湾求取光经，本尊慈悲的受查赐租并开财库，再造之恩无以为报，感恩本尊。我有开斋过啊，没有好多，好的。我有给你开斋过。你见一面的时候就给我一次钱，见一面。后来林小姐说你不要再在这里了，要不本尊会给很多钱。然后我就离开了，因为去台湾就是40天，可以待40天，但是我一个月就回去了。是本尊每次见面都给钱，所以我忘记了。感恩谦虚，你要讲真的忘记了，真的是无以为报。在本尊的法缘接引和分身加持下，我的形上境界更大提升，自我精神生活迅速成长，本体出离遨游，聆听天乐，感受到地震般的震动，天开了，太阳和星星进入到我的心中，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产生，一切的一切皆本尊所赐，感恩。当时发愿要写书弘扬本尊道的伟大思想，
本尊开始说，所谓天枢应该是光体运行的轨迹，当我们的本体受光照明而启动后，产生了形状境界和奇迹，证明光曾经流行和运转而形成天人合一的圆满境界，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是天枢。回到大陆后，我辞去了大学的工作，创办了宋其利天人合一学会，并开始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开办宋其利天人合一讲座。正如本尊所言，大陆人皆可得见分身，在本尊分身的度化和加持下，成千上万的人体验到了本体超脱出肉身遨游宇宙时空的美好奇妙感受，并亲证了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和疾病痊愈等本体显发的神迹。1997年，受到台湾媒体我黑本尊的影响，大陆取缔了宋其利天人合一协会，我和孙老师因而身陷囹圄。在当时貌似煎熬的日子里，本尊的分身常视线陪伴我，在我出来前的一天带我飞出了铁窗，声口有力，并且告诉我如何处理日后学会的各种人事，让我体会真理的胜利和法喜。台湾协会的同道热心的帮忙付律师费用，给我们请律师，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关怀。这次事件使我深悟了在台湾之时本尊曾开示的浪花积岩石越积越美丽的道理，使我体会了人类最圣洁的心金刚心。1998年，为了突破传播本尊道的禁区，我们用本尊开财库的钱注册成立一个网络公司，并以宋其利为域名注册了本尊网站。我担纲了先期网站的编辑工作，杨村与同道担任网站的制作维护和技术支持。至今网站建立之日，本尊网站的主页上面的显像照片视线神迹，本尊头上的月轮背光立体化的呈现，让制作网站的技术人员都认为不可思议，叹为观止。2005年，为了还原抹黑本尊事件的真相，我和管海英等人编著了《审判宋其利分身》一书，很多大陆同道踊跃为本尊的分身境界做见证。这本书让全世界听到了受益者感恩的心声，发现了向道者永不动摇的金刚心。2005年，在林会长的邀请和帮忙下，我们一行15人到台湾朝圣谒见本尊，本尊亲自加持和带动维摩诘境界。虽然我当时没有达成6相，但在境界和认知上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感恩本尊。期间不仅去朝圣的同道当场有6相，在本尊的赐予下，王学文同道，没有去台湾的人也拥有了维摩诘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真是感恩再感恩。回大陆后，由王静果同道提供房屋和场地，林会长赞助摄像机等设备，我们重新设立了北京的光堂。我和孙老师结合大陆的实际情况进行本体观的讲座，每次大家相聚光堂观看本尊的 DVD， 接受本尊的法语开示。6年来，以弘扬本尊道为宗旨，并立志身体力行利益众生、服务众生、启迪众生12个字。屈指算来，我接触本尊道整17年了，期间得到本尊广大放光照明，得以提升境界，得到本尊慈悲开示60多集 DVD， 得以提升认知。但万分惭愧的是，自我的执着和分别仍比比皆是，6相的形上境界始终没有圆满完成，而与我有一样问题的同道还在求索，没有认知本尊道和本体观的人还在迷茫与困惑。所以由赵兆义同道、王金满同道、杨启灵同道、郭纳同道等发心，意欲将本尊开示编撰成书以享世人，这也是完成小女最早预写天书的愿力。本尊广大慈悲，也让林会长转达允诺我们可以将 DVD 编撰成书，普施法语于世人，而且开示要以本心、法性、法身、净土、解脱、
涅槃六点为主。我们将从认知、实证两个部分来完成此书的编写，以区分本尊的开示和赞誉部分。认知篇，找寻心灵的归宿，通向圆满之路。应用篇，大爱无垠，心物合一。书名暂定为《精神解脱道：生命的实相》。这段时间，王金满已完成大爱无垠部分，郭娜完成心灵的归宿部分，赵兆义完成活在当下部分，杨喜玲完成生命的导师部分。我也辞掉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编写本尊的 DVD。 但我以为我们所完成的写作部分认知还尚浮浅，始终与本尊思想存在差距，尚达不到能正确而有效地传播本尊思想的程度，因而一直没有成稿出书。再次感恩本尊所赐，本尊此次以神通力放光加持，赐长光、天冠光，使向道者得以实相法身，小女境界和认知有了新的提升。感恩本尊。天冠光我还没有给你做哦，等一下补加，他又提到了。我你是王金国，你提供房子的那个，我难怪会这么快。我那里以前就认识了，杨工程师啊。对。我那时候你还说，那我现在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基本的。哦，你那时候十几年前，到现在没脱落。对，我就是听了天黑苏老师，我就是听苏老师号。对对对。早就在1995年的时候听苏老师、何老师讲天黑思想的时候，他在下面听课。他们说本尊说过嘛，说21世纪中国会有好多天黑者嘛。当时我在下面想，我也会是其中一员的。今天真的实现了，感恩本尊。到现在没脱落，感恩本尊。我们就是想尽快把本尊思想整理编辑成书，结合大陆的情况，使更多的人了解本尊道，得到本尊思想，摄受本尊放光照明，从而显发菩提自性，成就天人合一。达成再生离苦得乐，死后超脱轮回的生命意义，成就法身，永住涅槃。在此，我代没有来的大陆同道，或者所有的大陆同道，再次感恩本尊的放光照明，以神通力的放光，赐我们这么高的行上境界的感恩，再感恩。我这个跟那个心理温身接受大家的，温身接受大家的，好，这样就可以。温身，十几年前叫我出国，我都懒得出国，再发生事情了，发生事情哦，没罪了，我再重新出国，慢了十多年了，你们也慢了十多年了，也像他们两个在我旁边，不推我出去走一走，我懒得走出门了。很奇怪的，来走啊，散步了，走运动了。我就很懒，不是懒惰，外面世界有什么好嘛？我在涅槃世界比你好，就懒惰。现在在外面流浪，变这样，我就高级流浪，你不要为我伤心。高级流浪，不是落魄的流浪，你不要为我哭泣。碰到这个时候才有，在台湾还没有，为什么台湾团要来？就是在台湾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很快啊。天光有没有？有。要靠阳光以后才有天光光。因为即便你家的房间出现，那个房间啊，打开现在不是床，是全部金银珠宝。哎，都金银珠宝，你厨房我都藏金银珠宝，包括那个卡都金银珠宝。卡煮饭的卡全部注意住嘛，怎么样？因为你房间，你家里的家里哦，现在表达你家里房间桌子都没有了，都变成注意住嘛。哦，钻石你随便你用了，人家用你用本基石的，就看两个丢了，哦，好过瘾啊！过瘾。对啊，到100岁都不会丢掉永恒的东西。极灭无息论，这个故事经典记载，四个天神释迦牟尼拿出一个宝珠在手上，真的宝珠哦，宝珠再收回去，空手出来，是这样。那这个呢？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才是真的。你们再看，就不敢让你看一个珠子，他们看到了，
我们有不能有，就叫实相，就永远。那如果呢，钻石呢是这个钻石，你认为是真的？可是人100岁死掉，钻石没意义了，假的。哎，实相哦，好像在开玩笑，用本机涂了一大堆那个，到100岁你都还有，哎，那、啊、你能，就是很富有啊，你什么都没有缺少，能变，你能变，你不用钱买，能变，哎，不是更高级？变是永恒，不生不灭，实相是这个意思，物质是假象。肉身是臭皮囊，因为肉身会死掉，所以是假的，所以要法身，实相是法身的，永远不变的，哦，金刚的金刚身，所以那个钻石金刚钻，全部法身是给你的，所以当乐法身，有没有讲说当乐法身？谢谢。哦、来，来，来，请起来，请起来，请起来，来，请起来，哦，请起来。你刚才讲什么？要得天光光嘛，哈、哦？对，我看过。天空中显天空、嗯、但是要安装安住，对，当看到，对，看到路上所有车子都看到，可是没有一部是你的，就是所有车子都房子都看到，没有一个是你的，整个城市你都看到，没有一件是你的，哦，一样、啊、天光光你看看，哎，不是你的，要安装安装，哦，这样安装，你说哎，现在天光光就可以安装在你头上头顶上，有没有看到你一个视觉可以看到头顶上吗？看见。哦，你的程度可以吗？下来一个光，然后分了。哎，对对对，这个是天光光。谢谢。哦、天光光，安住，这样安住了。谢谢。这样就有。哦，谢谢。哦、各自性质不一样，同样天光配合你的法性而不一样，看你的造化怎么流行，它就配合你流行。天光光是处理的方便，你的浑身处理的时候，天光光在你头顶上的话。行走虚空如平地，非常平稳，比坐飞机什么大巴士都还平稳，不会不到乱子这样乱晃，非常平稳啊。有天光光，天光光，哦，这虚空很广大，天光光，人们就这样一扩缩，满天神火都在晃，满天神火有没有看到满天神火？满天神火，天神啊，哦，龙啊，什么都有，满天神火。对。你看到了，看到天光光的功能，浓缩宇宙成一体，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天光光里面涵盖八卦六合，嗯，八卦六合就是八卦六合，八卦六合，八卦，八卦出现，出现，哦、八卦金八卦，嗯，金八卦知识，六合出现，六合，六合顶虚空，六合虚空顶住扩充。让你看得一目了然，天光光的底下就翻开八卦六合，听下去当做理论。好，感恩老师。哎，哦，你都带那么多书来啊？啊，行李都是书了啊，啊，行李都是书的。他有时候会看到，尤其这个黄历也是大人。永存的意思，祝你永恒呐、啊。对。谢谢谢谢，这个是个海军的一个将领。OK， 海军将领。啊，对，这个是我儿子，这个是我女儿。谢谢。左学左学兰。嗯。我大女儿上次在新加坡受到您的提拔，刘雨欣，对，也是台湾那个团。嗯、哦啊，我女儿太有福报了，她是。对，借书就是他，让台湾的，就他们那个团的领队，从台湾。台湾团的，新加坡了。啊，对，在新加坡，台湾的台湾。去新加坡了。完了，台湾团的领队他请了几本书，台湾领队寄到西安，完了西安又转到北京，我又从北京带的。哦，对，是你女儿。哎，是个女儿，是是是。他三次有去新加坡团的。对，他也已经有眼光了，所以我小小的真的非常微不足道的老太婆，哎呀，我真是太感激了。没有，你不是老太婆啊。我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我做得到。你看你的心，我还有说呢，我就这样。Okay, okay. 跟
来，你起来，别合一下哈。好，一样一样。哦，对，你帮我打。好好。好。谢谢。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书带来，我真的没有看到自己呀。这个他有一些经济，但是没有。没关系。嗯。是他的书我始终看。哎，啊，哦。那你来也是从西安来啊？我是西安到北京，然后哦，是这样啊。西安到北京几个小时？十一个多小时。十一个多小时啊！坐火车，坐一晚上车。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火车里啊！飞机一个半小时。这样，嗯。哦，那么有心，你看，那么远要赶来这里，哦，所以没有带足瓦生，不会气死的，不行。感恩之至。我心，我心第一个想，因为我站了十二个。啊，为了赶飞机，我站了十二个小时。哦，我真的，所以这份心，我从射手里就可以看出来，一直射手相射，相射，互相射。写图会射什么？光啊！点蜡烛一样，一直点一支这样。你自己点亮，再点那里，点那一支，点那一支，没有点亮，你给它点一下就亮。点点点点点清油，这样扣上就很快。我怕您辛苦。我不会辛苦你，我是八十几岁了。反正我辛苦，我都在其中，我不会辛苦。他有先寄我的照片，你看。哦对，后来。我有两公尺杆，我能作为工具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哦，我不知道你认识我这么久。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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